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宅爸爸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来整理一下我身后的这个 IKEA 的比例书柜，这是我们家用来装玩具跟游戏片的。那我要怎么整理呢？主要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板，它这个门片上半部是玻璃透明的，可以看到里面；下半部是封起来，看不到里面的。那我想要把上半部的这个玩具跟公仔类的部分移到下面，然后把下半部都移到上面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当初啊，会把这些玩具乐高啊，或是任天堂的 Amiibo 放上面，是因为想说可以起到一个展示的作用。那上半部是透明的嘛，放出来会觉得比较好看。可是这样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彤彤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他开始会对这些玩具有兴趣了。他想要玩的话，基本上是拿不下来的。就连大人啊，就连我啦，有时候我想要把上面的这些东西拿下来把玩啊，摆这么高，他这样拿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就算连大人拿的时候，都有可能会不小心就是掉下来散架的危险。所以今天我就想要把上面的这个玩具移下来。好，那现在我来打开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下面是什么。噔噔，下面呢，主要是一些 Xbox 的游戏片啊。应该不止这些。对，这是冰山一角哦，那边那个柜子也全部都是，还有一层，另外一边是两层。对，还有我们主卧房的柜子也全部都是。啊，主卧房不是别的吗？不是别的，这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不要再问了。好，这些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之后我再跟大家做分享，我有哪些游戏的收藏哦，这可能不能跟我老婆。再说这样，这一片游戏可能就是一张小朋友。不可能啊，一张小朋友你买不下去啊。孕妇就负责坐在旁边陪我聊天，或者是监督小孩。哦，对，彤彤现在正在煮这个。10岁的。对，今天他挑战。彤彤那时候挑战失败，4岁的时候煮失败，现在他6岁了，来看看10岁他煮不煮得起来。刚刚这种小的都还好拿，像这种大的东西啊，平常根本就懒得拿下来玩了，因为很容易，很怕它就是拿的过程中就散掉，所以真的要放下面一点，会比较有意愿拿出来把玩啊。哇塞！我要倒了，不行！哇！这是我看过最高的游戏声了。爸爸，你怎么那么多游戏啊？你怎么那么多游戏啊？好可怕！还没完，拜拜！你先等一下，还没完。看到了。哇！这是我看过最高的游戏声。要倒的话，应该会倒到我这里。不要让它倒，帮我扶一下。我看过最高的运动山了，都跟你一样高了啦。好了。这是我看过最高的游戏山啦，比爸爸还要高的游戏山。拜拜。他都比我还要高了。我要跟彤彤说一句话，这些以后都是你的。爸爸以后陪你玩，有这么多可以玩。你在讲是谁的？我老婆其实很支持我玩游戏了，她还没有结婚之前，她就知道我是一个阿宅了。这么多，而且其实我没有办法全部堆上来，因为怕它会倒。这边还有，在下面还有，然后这个柜子下面也都是，主卧房那边。我看过最高的山了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没有兴趣，我先搬下来啦。先搬下来。锥子会垮，你不要把它算一片1000块，你把它算一片100块就好。看这一片100块，这边也很可怕。然后买游戏也不能跟老婆讲真正的价钱，就跟老婆讲说这个是买中古的，买什么？你以为女生买鞋子、买包包、买东西就是跟你讲实话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告诉妈妈真正的价钱？本刚刚那是错误的示范。没有10000块。小朋友。如果有在看影片的小朋友，要记得你买了什么东西，就要跟爸爸妈妈讲真正的价钱哦。刚刚那个是开玩笑的。彤彤煮完了耶，哇哦，全部都是彤彤自己煮的，爸爸妈妈都没有帮忙。而且10岁，我
我现在才6岁而已。你成功了，挑战成功，耶、yeah！完了，下面这边东西都清出来了，那我现在要准备来扩充一下这个格子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是有空间可以扩充的，想要让玻璃的层板放在下面放玩具，这样玩具会比较有这个通透性，可以看到上下的东西。太紧了，我用老虎钳来帮忙这样。为什么有一个没有那个铁架？嗯，等一下，只有说明照片，铁架留在这。我刚用手拔了，我想说这个怎么那么好拔？一上去的话，我需要拿一个光碟片来比它的高度。那从最上面开始吧。爸爸，你这样会有点，你这样下不去哦，因为你那个门把。对，要先把它松掉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这样有点。把它松掉，这样有点难哎，因为你要拆门板。对啊，不用整个拆下来，只要把那个关节先移掉，然后再装回去就好了。哦，这个遇到一个难关了。嗯，啊，我知道了。那么麻烦，我先把它移。从下面弄上去。哇，你好聪明哦！这边卡到了，所以门不能从上面，这个层板不能从上面下来，要从下面升上去，所以要先这样子。卡到要的位置，然后从下面这边，可是这样手会很酸而已。可以了，一边搞定。啊！噗，掉一个，啊，完了。还好，没有掉到很后面。好了好了，可以支撑，有3个就可以支撑了。这个。这样下来，这样下来，感觉就刚好。印象中你有想要做这件事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因为层板太厚、哦，除非你用玻璃的。玻璃的就刚好嘛。因为层板有它的厚度，你架上去就没了。哦，是吧？真的，玻璃可能找到可以。试试看啊，反正没有玻璃。好，试试看。可不可以？刚刚好哎，很刚好，很刚好哎，完全是量身定做的高度哎，哦，很 OK， 哦，这个就这样决定了，嗯，好，下面的游戏可以吗？也可以，哦，非常刚好，完美。这些 Amiibo 之后，我都想放下面一点，这样子统统要拿，它比较好。这很深，其实很深哦。你要放两层，前面还是可以摆一些小东西了。我可以问问题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请问你对游戏有兴趣的？不是有兴趣。我可以给你介绍，这边是钢弹。不是我问题不是这个。你钢弹对立钢弹。我的问题不是这个。机动战士钢弹的轨迹。你让孕妇讲一下吗？啊、你这些游戏片还有主机可以玩吗？有啊，就在上面。拜托。你多久没打开它了？其实去年还有打开跟我们玩一下大乱斗。哦，这一片是大乱斗。现在大家都在玩 Switch 的大乱斗，我们之前还有玩过这一片 GameCube 的大乱斗，对不对？嗯，我错了，你先收吧。简单跟老婆分享每一片游戏内容后再返回柜子。都上去了，嗯，游戏片部分都上去了。
这上面这个的下面你都拿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玩具放在这下面两个你都拿得到。这个我也拿到。好，是这个移到最上面，然后这边用玻璃层板，你就这样比较好。这个先移上来。突然我发现，那我刚刚那个不用移哦，这个痕迹，我刚刚不是把这个移上去？对。我再把这个再移上来。啊，活动一下嘛。然后我现在再把一个玻璃层板架在这边，就是它就不会挡到这个玩具的视野了。IKEA 的柜子它很容易有微笑曲线嘛，那要避免这样子呢，有两个做法。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不要买这么宽的，这个是80公分的柜子，它微笑曲线，因为它物理限制的关系，它比较长，中间自然容易微笑曲线。那你买这个那种比较窄的40公分的就不容易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之前我有拍过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，那我会把连结放在右上角或左上角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，如果你已经买了这种80公分的柜子，要怎么避免呢？就是可以用这个 IKEA 的这种玻璃层板，它绝对不会微笑曲线啊、玻璃的它真的没有办法微笑啊，怎么微笑？就是它承受不住，它就是就裂成两半，它也没办法微笑。就像我一样吗？我爆炸就是裂成两半，没办法微笑。然后这边有写，就是避免碰撞。玻璃容易会玻璃碰撞就可能会裂开或破碎，其实不用他写大家都知道了。对啊，然后 IKEA 的玻璃层板还不错，因为它的价格跟这种密集版的价格居然是一样的，我记得密集版是180，然后是玻璃层板也是180左右。那我现在就来把它开箱。很不错，它那个通透性很好。我这样子抬头往上看，我觉得东西好多、我以前没有，从来没有觉得东西这么多。你如果去看我们房间啊，16格柜旁边那里啊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你知道你那里叠了几箱吗？它换了，它这个玻璃层板的夹具一直在换。不是，它有小螺丝。它是用锁的，锁进去，那可能要用我们旧的。小螺丝在这。谢谢。可能没关系，我有旧，之前我都有多的。这个是旧版的玻璃层板用的，固定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就叫固定的卡榫吗？固定的卡榫啊，固定的，我讲一个比较好打字的，固定的螺丝啦，这是旧版的固定的。刚讲插销，我想说插销不是手榴弹吗？那个叫什么东西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固定的什么？这是旧版用来固定玻璃层板的小零件、然后它新版的长这样，然后新版的还要用螺丝锁。这个是新版它附的小零件，用来固定层板的。那我们家有保留旧版的，旧版的比较方便，它就吐进去就好了。所以我想说用旧版的就好。好，然后 Amiibo 可以摆在这里或者这里都不错。你不说放上面那个是80，这是放前面一样的位置也可以，我们看得到，差不多搞定了。这个是整理过后的样子，上半段是放游戏片，然后下半段是放玩具类的东西，这样子彤彤要玩就很方便了，以后要拿也很方便。上面的部分有那个轨道灯会打下来，会比较漂亮，那下面就会比较暗。可是现在有出了很多新产品，是那种 LED 的那种连接式的贴片的灯，它也不用接电线，它是装的电池，然后它也做到很聪明，就是你一打开门它就会自己亮，关起来就会自己暗。那之后有空的时候我会再去 IKEA 找，那有装起来再跟大家分享效果怎么样。最后这个给你收好不好？ But for some mysterious reason my feet was directed to you my这样有没有比较好呢？在下面。